连日来，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用亮丽的中国红装扮大街小巷。海外华人华侨与当地民众一同庆祝龙年春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乐趣和过年的喜庆气氛。在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不远的卡梅尔格尔斯基巷，莫斯科市中国春节庆祝活动正在热闹进行中。当地市民、外国游客在品尝美食、学习中国书法的过程中，体验龙年春节的美好氛围。我们在这里举办的书法课，有俄罗斯年轻人、小孩子、大人都觉得很有意思，很多人都愿意熟悉认识中国文化、中国习俗。那么长的队，昨天我们都8点多才走，我们都没有纸了。这几天，意大利米兰的华人社区人山人海，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各类文艺演出吸引了大量当地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大家在热闹的春节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新春庙会活动上，书法、中国画、唐画、蜀绣、绳编等中国文化体验和互动活动吸引了近3万人到来。I really like it here, actually. It's very interesting. You can see a lot of. 我真是太喜欢这个庙会了，可以亲身感受中国文化和艺术。我们正计划着今年晚些时候去中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了当地首届春节庙会，中肯两国的文艺爱好者一同表演了舞龙舞狮、古筝、舞蹈、戏曲、中国传统服饰展示等节目。我从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活动，我很高兴肯尼亚多所大学的学生们都在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这非常好。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过春节，他就是龙年出生的，他很开心。